50.5度。好，呢一个温度应该唔破坏蛋白霜嘅气泡结构。你啦，老公，冇得翻转头噶啦。你啦，老婆，靠你。行动开始。首先将半份蛋白霜同牛油面糊混合，然后将混合物倒翻入剩翻嘅蛋白霜入边。老婆，加油！今次嘅手感，我好有信心。4:15，搞定。橄榄仔今日测完验，有冇士多啤梨蛋糕食就睇呢一铺啦。老公啊，升紧啊！升！喂，其实咧，你哋唔使咁兴奋嘅，呢个咧系最简单、最简单嘅雪芳蛋糕嚟嘅啫。你哋啊，工房嘅材料咧又唔用，又要自己带嚟。如果咧想嚟呢度每一个学生都好似你哋咁咧，整一个蛋糕要5个人帮手嘅话咧，哇！我真系唔知道要请几多个助手先够。啊，叻女喎，识得打蛇随棍上喎，孙太啊，同你讲噶，你打得本俾人做生意啊，请多几个人啦。哎呀，如果个个靓太都嚟啊，同埋个老公喺度烟烟韧韧啊，我租埋隔篱都唔够位。Vivi 啊，帮我 delete 晒所有关于施救嘅资料。好。Vivi 啊，帮我部电话上线检查 OS 系统。耗电量比正常高25%，估计受到黑客攻击。1-2号防火墙被破解，追踪黑客位置，距离我哋只有10公尺，而且逐渐逼近。帮我备份所有资料。好。30秒钟之后切断电源。冇见5年就系咁打得啊！你都 keep 到啊！你副眼镜咧？我戴眼镜，只不过想同以前有啲唔同。唔戴眼镜嗰阵时我系 C9，戴咗眼镜之后我就系高师奶。做咗特工咁多年，少少掩饰嚟嘅啫。副眼镜好衬你啊，成个师奶咁。当日我揸车翻总部，收到你喺总部打嚟嘅电话，我仲以为你同班兄弟一齐。可能个天唔想收我啩？爆炸嗰刻，我咁啱喺档案室。虽然炸我唔死，但我受重伤。你手臂嘅疤痕就系爆炸嗰阵时整亲噶，真系好难想象你点样挨过嚟噶。佢哋炸得总部，即系想灭口，所以揾个地方匿埋，仲用咗好长嘅时间去疗伤。过好翻之后，我好努力去查，无意之间我发现你未死，仲发现你留俾总部嘅暗号，所以决定去揾你。可惜我去到揾你唔到，不过直觉话俾我知你喺个区，所以决定锁定个区嘅闭路电视，希望揾到你。嗰日我收到你电话之后，发生咗交通意外，赶唔切翻总部，反而执翻条命。爆炸之后失去晒你哋嘅联络，乱咁发放消息。我又好怕黑洞会截取，所以唯有搏一搏。
我將受訓嗰陣時第一個學識嘅坐標暗號留咗喺我嗰陣時經常去嘅茶餐廳。我亦都喺嗰度識到高大健一家人。跟住我就嫁咗俾勁哥，呢幾年都係同佢哋一家人一齊住，過住一啲好安穩平靜嘅生活。跟住我就好少去嗰間茶餐廳。我連喺天台放低咗記號呢一件事都丟低咗。不過早幾日嘅公園，我 feel 到有人跟蹤我喎。嗰晚我仲發現天台有人監視，不過上到天台之後冇發現，為免打草驚蛇，我決定繼續扎傻扮懵。之後我又發現我老公部手機被人 hack 咗，既然有人監視住，我就將計就計，用秘密行動引嚟入局。直至到我將個蛋糕擺落局門之後，你露出咗破綻。只係我一時疏忽先俾跟蹤到啫。思九啊，你技術差咗好多。你個反跟蹤咧太心急啊！我電話過熱啊！我頭先邊估到咁多嘢啫？我真係好好奇究竟邊個跟蹤我啊嘛！不過好彩你唔係黑洞嘅人咋。如果唔係我殺咗人之後，我都唔知點樣翻屋企同芥蘭仔慶祝佢測完驗啊！思九啊，想唔想做翻個特工啊？同我一齊完成一件未完成嘅任務啊！其實一直我都想聯絡翻總部。我想找機會幫兄弟報仇，我們再聯手完成這個未完成的任務。前 S 名牌 A 5追查 BT 病毒，冇幾耐總部出事，全軍覆沒。能夠咁短時間做到嘅，只得佢黑洞。VV， 根據呢幾年嘅追蹤資料分析，呢隻新型病毒比 SARS 更具破壞力。如果呢一隻病毒落入黑洞手嘅話，後果一定翻唔切上。呢種病毒嘅擴散速度，對一般大城市嚟講，唔使一個禮拜，九成嘅市民都會受到感染。呢一種病毒咧，係用專有嘅疫苗去對付。如果病毒落黑洞手，我相信佢哋利用疫苗去威脅各個政府。嗱，一段係我三日前截取到嘅影像。我要盡快揾翻病毒翻嚟。呢一個係我揾你翻嚟嘅原因。我想你同我一齊執行任務，揾翻病毒翻嚟對付黑洞。我真係好開心，可以繼續同 B 三你一齊執行任務。無論付出幾大代價、幾多犧牲，我哋都一定要設法阻止黑洞危害社會。我計劃係咁。不如我哋今個週末約埋成家人一齊去沙灘游水啊！扮浸親失蹤，我會喺浮台東面100米嘅水底帶齊裝備度等你。由依家開始咧，你要負責翻老爺所有嘅復診。阿媽真係好唔捨得你哋。老鷹call你，倒數20分鐘。